这个东西，哎呀，就是没人，吃喝都着，把这那水一泡一拔，腰腹拉上，吃起没人，这两肺消化两肺带劲儿，哈哈，这东西还不可多得。哎，这看着跟肥肉一样，这美得很。就这正常这，这只手搜，哎呀，塞100天才能搜，这起码也整过100多天。又说这香，太深，我看着跟凉粉一样。实际那好像化学老师说这是那字的结晶。杨氏葱啊，你没有这正破。不是粮食粗，还正破的。咱这做的是正儿八经小米儿，你做的，这叫个慢抽。要慢，经过时间长，光你煮好以后要晒要发酵要晒要晒100天。用那个说就是，中间拌一下水，把水把那米蒸合适，软硬合适。说我们学手农干的时候，就是老师傅说这老茶壶就是这一干。79年前后。就进入这行了，开始就是拜师学艺嘛，拜师傅嘛，给他师傅先在那的抽风抽上先干嘛，哎，这手艺那个很软，当时咱也觉得这神秘的很，这喝的多了，这反正成瘾了，就想喝，看看那香，就跟卖醋一样，卖开醋，卖看着那醋，哎，别人说啥呢？我看回来就想喝一喝。完了以后把它担出去，担出去到外边让太阳一晒，发起来以后去一下一封，封了以后太阳晒，降温。交给太阳了。这下就上。Thank you.
这反应还很强烈。嗯，反应急的不？要在这个缸里发酵多少天？这就晒一百天。一百天。嗯，这你说是下雨后了那封膜一盖，不能结雨，晴了都去开，太阳晒嘛。这醋怎么卖？地价当时就卖，现在卖到三块钱一斤。咱这院子里一共有多少条缸？大概就四百条缸吧。哎，就是挖泥巴的。看，好运气好。但是这皮薄的很，不是那么厚，是薄薄的一层。掰完的要治好，这臭你啥？美的啊，这，来，你啥这？给，这是原味。你尝点，美的很不？瓮多大，这就多。这薄的很，这长厚了美的很。但是就我不希望这，所以这少卖多醋嘞，像猪肉一样。这样少卖醋啊！啊，你上你上。正宗的米醋啊，山西米醋，这个叫醋蛾子啊，老话叫醋根。醋皮。醋皮。酸黑，是不是？美得很。谁咱们卖的就人家说话，那二十块钱一斤都有人要的，这是谁能卖嘛？这个卖的可以比肉贵。哎，那肯定，那可以不能哈。哎，我事情是我以心为贵嘛，是不是？从就是到夏季的做这三伏做完，差不多吧。大概我们这厂子做满得四个月，120天。就把我这一天后边120斤米做过，不到400头，把这看的，瓮填满，水换开，基本上不行，就是。